色了一头肥羊。这好像是他做假药的公司啊。严格的来讲也不算是假药，只是涉及原料走私和出售过期药品。那也害人不浅啊。资料里面反复提到的王总这个人，我查了他们公司网页，这个王总就是他们的法人兼总经理，是个女的，叫王丽。搞合成，他跟那制药公司有啥关系？他们干走私的嘛。走私原料嘛。我也是看在他们和高盛有这层关系，所以才把资料拷回来的。我倒想了一个切入点，不过咱们得把高盛扯进来。我们上回已经得罪过他一次了，这次最好不要招惹。不是，我没有说过要骗他，只是利用一下他而已。这次啊，咱们就用 K2 做诱饵。这个 K2 是你们公司的项目吗？如果要通过高和盛的检验，我们提供的样品必须是真正的 K2。从维格纳那呀？他这有？没有，我怎么会有这药？我说你妈那有？你妈不是研究 K2 的吗？你自己拿一种不行？我到家了，我拿了药，我明天就回去了。我就拿了小半瓶，应该够用了吧？够用了，我只是想对你们的药进行一下检测。那我们等王总，你消息。这是武力 K2 的样品。回去我就找人做检测，如果这药真是我要的 K2，我给你准备一百个。哦，行，知道了。有结果了，王丽的 K2 和工会给的药做了比对，虽然成分很像，但是 K2 非比 K2 啊。但更有意思的是，我又拿了从何美娜偷回的 K2 做比对，居然匹配上了。也就是说，王丽的 K2 是从何美娜流出来的，而不是工会。这倒不奇怪，我好奇的是王丽手中怎么会有何美的 K2？ 我派人调查过了，王丽的老公叫李锦元。他是何梅的前夫，以前属于同一药厂。是吗？我在想一个问题啊，如果王丽的 K2 是直接奔着我来的呢？如果这是一个局呢？那 K2 就是一个饵，关键是谁会放出这样的饵？你是说，那我就给他们来一个将计就计。高老板，药没问题是吧？配方的事儿你放心，如果说你们这个药没有什么问题，我想购买你们的配方。咱没有必要给他真的配方，咱们可以找人做一款药，药效跟 K2 差不多。我要只这个药的仿品，大概做个10几20粒就够。不过最关键的是，这个药仿品的配方要交给我。如果咱能仿制 K2，那就肯定能写出仿 K2 的完整配方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只需把王丽手里的 K2 换成咱们仿 K2 的配方，到时候假配方就成了真的配方。配方没问题。这是一份转让合同。刘哥，你墨水买了吗？啊，那个身份证复印件也可以用那墨水打印。这是我的身份证复印件。然后王丽拿到假配方之后，再卖高和盛。哎呀，这样既骗了王丽，要得罪高和盛，一箭上吊啊！也不是，毕竟高和盛也不是傻子，他肯定会用同样的方法去检测 K2 配方的真假。他发现是假的之后啊，肯定不会给王丽钱了，所以没什么损失。高和盛有问题，你不行，不用担心高和盛吗？我之前不是不知道王丽跟咱们这边有关系吗？我说夜晚看他照片，人脸熟悉，原是你爸。不是，干啥？你傻了你？你爸是王丽的老公，那骗王丽相当于骗你爸。我知道，这都考了4年了，人都在笑话你。我跟你说啊，除非你现在去给我上大学，否则从此以后你休想从我那拿到一分钱。就从王丽公司干这些事，估计这两口本身不咋好弄。我们骗错人了。王丽他们公司还有一个副总叫王小林，那些假药走私全都是王小林干的，和王丽一点关系没有。我们之前找那个王总是王小林，而不是王丽。还是把钱送回去吧。这次的事啊，就当吃个教训吧，好歹也没什么太大事儿。假设王丽还没把这个配方卖给高和盛，高和盛一定会跟王丽交易。可是我们给的配方是假的，他那有 K2 一验就知道了。万一他要的就是假配方呢？
高贺胜不但会跟王丽交易，而且会很爽快地给他一大笔钱。但是之后他会给王丽打电话，跟他说，王丽，你太不厚道了，我找人去做了比对，那根本就不是 Kerr 的配方，你这张假配方我就不要了，但这100万你必须马上还给我。但是王丽的钱可能是还不回去了。最后高贺胜会看来咱们又要见面了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，说的是有一只青蛙想要戏弄一只岸上的老鼠，他就跟着老鼠说啊，要不到水里一块玩吧。老鼠怕水啊，不敢下去。这青蛙说他有办法能保证这个老鼠的安全，就是用绳子把他们俩拴到一块儿。老鼠想了想同意了，但等着老鼠一到水里啊，这青蛙就开始使坏。一会儿游得飞快，一会儿又潜到水底，把这老鼠给折腾的死去活来。不一会儿，这老鼠就被灌饱了水，泡胀了，浮在水面上。刚好飞过一只正在觅食的鹞子，看到了这只漂浮在水面上的老鼠，一把把它抓起来，因为那绳子还连着青蛙呢，青蛙也被带起来了。这鹞子把老鼠给吃了，顺便把青蛙也吃了。青蛙在临死之前啊，后悔地说：“没想到啊，最终把自己给害了。”你我王丽，谁是青蛙，谁是老鼠，谁又是鹞子呢？你不怕我们这只青蛙有毒啊？有毒的那是蛤蟆吧？可能你心中有很多疑问，但我只需要回答你一句话就行了，那就是何梅的 Kerr 并不是真正的 Kerr，
所以你设的这个局啊，从一开始就已经错了。这些都无所谓了，咱们直奔主题吧。你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对呀，搞合成整这么一出，到底有啥目的？难道还想让咱们把他骗留给他妈的月房？他这次啊，目的倒是简单直接，他他妈就要钱。上次啊，帮张军骗了高考生100万，他现在要钱，也不奇怪。所以啊，他这次跟王丽签的合同啊，也是100万。可高考生之前绑架了反贪局的高官，他现在还敢露面？谁知道？我估计啊，也是东躲西藏吧。再说，高和生跟王丽签合同的时候用的是皮包公司，就算他走法律程序对付王丽，他也不怕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用出面。可是他怎么证明王丽违约？他签了合同，拿了配方，配方和药匹配不上，可能说他手上的药出了问题。关键是王丽的公司涉嫌原料走私和销售过期药品，一旦走法律程序，王丽就等于输了，他那个公司根本就经不起查。这个老狐狸算得挺明白的。王丽的公司现在已经没钱了，所以这次啊，咱们算是把这个连累了。这100万的坑啊，咱们得替人家还。100万？也就是说，咱跑去骗王丽的28万，咱得打进去7000万。你这账算的不对啊，那28万是王丽找财务公司借，还了那28万，咱们还欠高和尚100万。这事儿，我应该负全部责任。不怪你，有我的责任。这个事儿我一人扛吧。不行，这是我的错，不关你的事。现在争论这个还有意义吗？好嘞，先想想这100万咋凑吧。啊，我手里是没多少钱。陈静做慈善基金，我往里投了不少钱。银行卡里还有60多万，全算上吧。我平时给我妈汇钱。剩下钱都在余额宝里边，大概20万吧。我有个3-5万吧，差不多10万吧。惭愧啊，我手头上连1万都不到了。啥？你不会赌博全输了吧？差不多吧。安宁60万，李伟20万，我这10万，小宝你1万顶个屁用啊！反正现在合起来90万，还差10万。没问题，我能凑10万。但是问题是，高和尚拿了钱就会罢休吗？很难说。放心吧，高和尚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很清楚，所以我也没打算真给他那100万。张军一直想找机会抓高和尚。咱们可以跟他合作一把，钱只是诱饵。我的目的就是在交易的时候找到他们的老窝。咱现在不已经知道高盛藏哪了吗？是这样啊，这次我跟他见面的还是老地方，而且没猫的眼睛，所以这就说明他根本就不在乎暴露他的藏身之所。所谓狡兔三窟，下次见面啊，可能就在别的地儿了吧。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，在装钱的箱子里装一个 GPS 定位器。高和盛会派人来验钱，所以咱们这笔钱必须得是真的。我会带着钱去跟高和盛见面，这个时候张军就可以通过 GPS 定位器定位到高和盛的老巢，并且带人去抓住他，然后再卖给咱们一个人情，顺便还能把钱还给他。可就算抓住了高和盛，王丽的合同也很难拿回来吧？只要高和盛被控制了，
咱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找到合同并销毁。这也许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。那行吧，今儿就早点休息，我给你把钱凑一下，好吧？你得确保钱能回来。放心吧。安宁，谢谢啊。没关系，只要能解决问题，钱不重要。坐这儿吧，去拱方。你，我比较保守，前头方子看得见的。将军，伟哥，我有影了。等会儿，他没把你想死啊？还是你把他讲死了。你确认少庄是他的真名吗？怎么不好查？太好查了，所有资料都普通的没有办法再普通了，根本就没有查的意义。别看了，里边就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。银行存款才10000，所以说很普通嘛。一般人会把钱放在银行，要么家里。这就说明啊，他有另外一个住的地方。真是狡兔三窟啊！我特别想知道他另外一个窝在哪儿。
摁错了。被忽悠了，那屋里住的根本就不是他，已经尽力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我也能想到是一个结果。你让我查的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我做私家侦探十几年，碰到这么棘手的人还是第一次。你之前不是说他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吗？没事，哎，这尾款，辛苦了啊。谢了，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，你让我查的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？但是如果是对手，那就有意思了。为什么？跷跷板原理，一重一轻不好玩，两头差不多就有意思了。何梅的 KR 并不是真正的 KR， 所以你设的这个局啊，从一开始就已经错了。这些都无所谓了，咱们直奔主题吧。你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搞合成整这么一出，到底有啥目的？难道还想让咱们把老县留给他妈的月房？他这次的目的啊，倒是简单直接。哎，他他妈就要钱。起码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目的不是钱。能猜得到，那就不废话了。你先看看这个。
不，这玩意儿还得插卡。别动，卡已经在里边了。没有卡拿的信号给你定位，拨打定位信号号码，打通以后啊，听到嘟的一声你就挂断，到时候啊，你的手机就会收到一条信息，上面有啊显示地理位置链接，打开这个链接啊，你就能看到地图。怎么了？啥？高人该追了。他说他不要钱了。他这是闹哪出？咱费了这么大劲才凑够这些钱，而且整了一个这么高级的定位器，全白忙活了。高和盛花了这么大心思，设了这么大一个局，还是没弄清楚自己要什么，挺有意思啊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咱们这磕一百万，就怕肉包打了够。不要钱了，反而不是好事。他提了别的要求吧，肯定是不好办的事情。信里的内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信封上的信息。这两封信都是被邮局退回来的，这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啊？这么重，它根本就不符合邮寄标准，难怪寄不出去。还有呢？很明显，这两封信都不是寄给你的，因为收信人叫姚建民。再从笔迹和寄信地址来看，写这两封信的人应该是同一个。再看邮戳，都写着清水街，这就说明这两封信应该是同一个地点寄出的。再看时间，一封是2012年2月25号，另一封是2013年2月25号，时间刚好差一年啊。两封信连续两年在同一时间从同一地点寄出来，如果把这个当作规律的话，那么今年的2月25号还会有第三封信从这个地点寄出来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的任务就是帮我找到这个寄信的人，带过来见我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事了。我把王丽的合同还给你们，你也知道我从这个事上是没有任何损失的，至于我们之前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。高老板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不识字啊？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机器人的名字跟地址，你手底下小兵搂了那么一大筐，根据地址找人不就行了吗？这信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这收信人的名字是真的，但是收信人的地址是不存在的，寄信人的地址才是收信人的地址。因为这封信里面装了其他的东西，不符合普通信件的邮递标准，再加上它是同城之间的邮寄，所以会根据寄信的地址被退回去。只要把寄信的地址改成收信的地址，信被退回去就相当于被寄了出去。这法倒是不赖，但是他图什么呀？那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只管帮我找到寄信人就行了。那也不难，邮戳上已经有了寄信的时间跟地点，2月25号清水街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派人在25号或者24号，在清水街窑桶那蹲点就可以了。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事儿，不至于大费周章找我们吧？事情听起来很简单，无非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找到一个特定的人。但问题在于，不止我一个人盯着寄信的人。怎么？这个人还是个香饽饽？反正这个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绝不能让他落到其他人手上。其他人？高老板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，要是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，是呢？耿小辉、孟可喜、王春平、徐通州，吓着了？没错，五大公司估计全到，我跟狐狸那边的联系还算紧密。毕晨曦引你们把几大公司的头都得罪了一遍，这事儿我也知道。那你还把我们推出来，不嫌目标太大？两码事儿，你们只管把我的事办妥就行了。至于跟其他公司的恩怨，
那是你们自己的事。妈了个逼，老狐狸，这明明就是把他腿出去送死啊！这个信的内容有点奇怪啊。古董吗？验过了，铁的，连铜的都不是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银元挺重要，但又不符合规格，只能通过退信的方式来把它寄出去。信的内容我能看吧？看你也看不懂。写的乱七八糟，杂乱无章。这是密码信吗？没有密钥，这就是张废纸。理论上来讲，这世上没有破解不了的密码。主要是破译这封信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带上。再次明确一下你们的任务：2月25号，清水街邮筒，找到寄信的人，把他给我带回来。今天是15号，你们还有9天时间。我的人会在暗中盯着你们的一举一动，所以别耍花招。你有没有觉得这次的事有点似曾相识啊？有一次，俺宁的前男友陆峰，啊，就是你的前辈，当时是中了多少钱的彩票来着？啊，反正就是好多人的抢。啊，对了，那是咱第一次接骚扰。是有点像，那次目标是彩票，这次目标啊是人。还有那次的对手都是些不入流的，这次我们要面对的很可能就是狐狸他们那几间公司。有个问题要注意啊，这个信封上虽然邮戳写的是2月25日，但是有可能是24日寄出去的。咋可能是24号寄出去的？邮递员当天取信不是当天盖邮筒吗？除非他偷懒。一般邮筒啊每天会取2-3次信，邮电上午取的信。有可能是头一天投出去的，每天有那么多人寄信，而且咋可能知道是谁寄这样的信呢？那不大海捞针吗？现在写信的人不多，一个邮筒一天能寄多少信？10封8封嘛，排查应该不难。怎么了？你看这个痕迹，应该是水或者饮料撒上去的吧？干了以后就这样。这也很有可能是啥隐藏图案。也许破解这封密码信的关键就在这儿。其实我更感兴趣的不是这个寄信人，而是这些信的内容。你们想，这些信是密码信，他们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呢？而且这个收信人是谁？高和盛为什么会解他的信啊？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到寄信人身上吧，其他不关我们的事情，没必要节外生枝。这事儿越快解决越好，要不然王丽那边就……有什么发现？收信人姚建民，如果寄信人的地址就是收信人的地址的话，这个白云小区，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。你一个人住的习惯吗？要不我搬过去陪你吧。别了，当初你为了上班方便才搬到这边的，就别折腾了。我一个人住挺好的，清静。哦，对了。我有样东西要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爸您死前除了精神有些失常，就爱在这个本子上胡乱涂画。他生前就爱画画，一开始我也没太在意，但后来我翻开这个本子，发现他画的东西有些奇怪。又见面了，什么事儿？你爸是不是叫姚建民？你问这个干嘛？这信你从哪来的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前提是你也得告诉我一件事，必
譬如说，寄信的人是谁，跟你爸啥关系？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好聊了吧？有些事儿知道太多，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听邪呀！你好，先生几位？我约了人啊，在里面呢。哎，小伟，既然来了，就坐会儿吧。这些年还好吧？挺好。你呢？哦，我也挺好。很早就知道你在这边，可是各种原因吧，我们一直也没见面。到最后，还是你约了我。那个，哎，上次我们见面。还是在2011年吃元宵那回吧。晨晨现在读2年级了。我恨你，你知道吗？当初没让你继续高考，是我的不对。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，而且我也想通了。我想不通的是，为什么你要跟我妈离婚？在她得病的时候。她得病是在离婚之后。要是在这之前，我肯定不会那么去做。至于我和你妈为什么离婚，原因很简单，我不爱她。你先别激动，你听我说完。我和你妈的婚姻啊，是受父母之命。你爷爷和你姥爷以前在一个医院里，一个是院长，一个是主任，他们关系很好。一早。他们就定了我和你妈的婚事，而我和你妈呢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也算是青梅竹马吧。加上双方父母的撮合，自然而然就结了婚了。可是当我们从朋友变成夫妻的时候，关系就直转而下，吵架成了家常便饭。当然了，都是你不在家的时候。直到后来遇上了王丽。婚姻生活本来就是平淡的，既然你跟我妈结了婚，那你就应该有男人最基本的责任感。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是你面对一个你完全不爱的人，你会明白，所谓的责任感，会显得那么的脆弱。说白了吧，你妈从来没有爱过我，我也没爱过她。当然，婚姻生活可以没有爱。可是婚姻一定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，
所以，就算是没有王丽，就算是我和你妈没有离婚，你觉得我们幸福吗？设身处地的想，换作是你，你和一个完全不爱自己的人在一起，你会开心吗？东东打电话说姚世通不太配合，正想办法撤呢。吃饭去吧。走。走，邵大师。哈，我不饿，就不去了。今天的空气指数又爆表了。有带吗？不用。那不管你了。Before it's too late, we want you to join us on a safari adventure across the continent to survey what remains of the real African world. 如果要通过高和盛的检验，我们提供的样品必须是真正的 K2。从维哥那来？他这有？没有，我怎么会有这药？我操你妈那有！你妈不是研究 K2 的吗？你自己拿药就行了。我到家了，我拿了药，我明天就回去了。大爷您好，是叫饭吗？这是小票。私造签约？维哥，你啥时候一个人偷着 K2 肉？早死人不掉的。啊，前天路过，顺便吃了点儿。你前天不回家了吗？回家的时候路过，顺便吃点儿嘛。李朗，有时间吗？我手上有两种药，但我怀疑它的成分都是一样的。你找人帮我做一下对比吧。田奶，你赶紧过来吧，毕竟你们都是女生嘛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他怕我把咋做了？这上次不是跟聊挺好的吗？啊，行了，这么定了啊。我在太华街路口等你，你快点啊。
哎，我这是不是走到地方了？哎，我这有个地址，你帮我看一下吧。这地址对不对呀？小子，相信我。谁呀？你混哪来的？我是你大爷。何嫂，我大爷死了。醒醒啊，东东，东东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啊！哎，慢点，这怎么回事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先坐下歇会儿啊。换作是你和一个完全不爱自己的人在一起，你会开心吗？喂，那个啥，那个 GPS 的号码是啥？什么 GPS？ 啊，你说是装在定位器里的手机卡对吗？你干嘛用啊？妈了个逼，2块钱被他借了，我得抢回来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对方谁啊？别废话，赶紧告诉我号码。我有办法，放心，我记得住。赶紧说。6352。你行不行啊？要不我们那个这……喂，喂。果然是高科技啊！你先找个地方坐着，我一会儿回来。哎，你这是干嘛去啊？办事。哦不，办人。妈了个逼！哎，你自己行不行啊？要不要帮忙？放心吧，虽然动刀我不行，但说了拳脚功夫啊，我没怕过谁。咋了？担忧啊？要不要来个吻别给他动动啊？哎呀，等我啊！你未见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；你来见此花时，则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，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之所以很多人将王阳明的心学定义为唯心主义啊，就是因为这句话。他们认为王阳明是以花为例，说明意识决定物质，意识是物质存在的前提条件啊，心中不想它就不存在，你不看它就没有这朵花，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。
接下来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这句话。当你看见此花时，此花进入到你的世界之中，你感受到它，它才存在于你的意识里。你未见此花时，此花没有进入到你的世界之中，你对它没有感受，它也就不存在于你的意识里啊。但是不管它是否存在于你的意识里，它都是客观存在于这个世界的。王阳明学说强调，凡事由心，无心则无物。譬如我在这里讲课，第三排右手边第二个同学正在玩手机，我讲得很投入，所以根本注意不到他的行为，他的行为也就不存在于我的意识里。直到我不经意间地往那边看了一眼，他玩手机的行为才算进入到我的意识之中。所以即使一开始他玩手机的行为并不存在于我的意识里，但它也是客观发生着的，对吗？同理，我们可以认为王阳明从来没有否认过事物的客观存在，也就更谈不上什么主观唯心主义理论这么一说了。好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下节课我们讲笛卡尔的二元论，希望同学们回去提前预习。下课。欲随长生志，但求千金方。我觉得这个千金方应该还有另外一层含义。你的意思是那本药书？这本书有过很多种版本，我尝试拆解但何求两个字的笔画，这两个字每个字都是七画，但是我查了，77年没有出版千金方。77年属什么？蛇还是马？蛇。蛇字几画？那我再去查一下11年版的千金方。高和盛召集大家开会，是关于机器人的事儿吧？需要我陪你一块去吗？不用，现阶段你还是在暗处比较好。屋里转了好几圈，为啥？其实这会很重要，其他公司头都回来，包括咱们老大。但是那厂子是高和盛定，七爷怕他在里面做手脚，所以让咱来看看。哦，不愧是七爷，真有远见。不是，那马大哥，我是第一次见老大，要不要注意点啥，化妆啥的？哎，少说话就行。啊，不是，你干嘛呀？拉屎。
老大，就前面这边。麻子呢？在厕所呢，打电话也没人接，我就看你啊。等会儿，信的事别让我来说。放心，我绝对保密。信是从邢东东那儿抢的，看来高和盛得找外援了。无所谓，反正这么多人都知道了，多一些人，热闹一点也无妨。按理说，这事儿只有高和盛一个人知道。不知道怎么传开了，我觉得有两种可能：第一，高和盛身边有内鬼；第二，这些年除了他，还有别的人盯着这个事儿。老大，细节。麻子刚才他。哎，干嘛？这男滚！弄醒他。他被下药了，信肯定丢了。这儿你收拾，高和盛他们来了，老大叫我过去呢。不是，那麻子可咋办？拖出来，在水龙头那给他灌点水。哦。你哑巴了？你说话呀！我还想等你说呢。不是，老高，今儿这会是你牵头，着急忙慌的把大家伙都叫来，就别卖关子了。是我卖关子，还是你们装傻充愣啊？这些年来，一直都是我盯着季信的人。你们没人管过吧？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眉目了，你们倒好，一个个蠢蠢欲动，想干什么？坐收渔翁之利啊！这严格来说，这送信人的事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我们插手也不需征得你的同意。那两封信虽然不重要，但如果没了的话，高高盛肯定不乐意。关键是谁会抢那两封信啊？碰上这种事儿，按照概率也应该是狐狸那帮人干的吧？行了，我给东东去个电话吧。既然这些年一直是我盯着季信这事儿，也就是说，季信人这两年忽然改变了寄信方式，变得有规律起来，这个秘密。应该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你们又是哪儿来的消息？谁告诉你们的？世界上啊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如果有第二个人盯着这个事儿呢？不容易啊。这大半天了，你可算吱声了。所谓第二个人，难道是你？你觉得呢？你们继续，我回个信息。还是那句话，你们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？西姐，老大是不是？老大和高和盛在开会。麻子的信呢？西姐，对不起，我来不及，我该死。
他还在屋里。老大说行灯堵在他们开会的屋子里。弄死他。想干嘛？屋子里开会呢，去找个地方把衣服弄干，然后多叫点人过来，带上家伙，等开完会就动手。东东电话关机，情况不对啊！你刚才说他在哪儿来着？哦，定位器显示是开元茶楼。如果东东追着定位器走的话，现在应该在那儿。高和尚是那儿的常客。安宁，你给田去个电话，问他知不知道。走，咱们过去看。我知道了，我离那边近。嗯，现在正要往那边赶呢，我直接到那边等你们吧。都沉默是金是吧？不是老高，几家公司发展到咱们这一带，虽然平时没什么往来，可毕竟都是一条船上的，咱们不能窝里斗是不是？好容易发现了机器人有了规律，多好的机会啊！咱们得齐心协力是不是？所以呀，我就不明白你跟我们急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找到机器人就等于找到工会了吗？工会就这么一个下线？不可能啊！就算找到工会，如果仅仅只有科二的话，其实意义也不大。你也相信有解药这一说？够天真的。你不信吗？这些年你费尽心机，单纯只为了 K 二。哼，都不是傻子，但都以为别人是傻子。任挺奇啊，书童来了，来来，坐坐坐，到这边。不必了，今天我回到家，发现屋里被人翻过。我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但是我敢肯定，是在座的某一位，或者每一位。我知道你们这些年一直在盯着那些信，但是最起码还能保持低调。如今这么明目张胆，就没考虑过什么后果。那就是我们的事了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就是。你犯不着为我们操心，对，我只是中间人，你们和工会的事儿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只是奉劝各位，寄信人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怎么觉得你对寄信人也挺感兴趣的呀？小丫头片子，你爸在的时候都不管我们的事儿，你凭什么指手画脚？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拜托各位不要把火烧到我头上。工会不好惹，我也是。还挺嚣张，留学生就这德行，要不是看在六叔的面子上。行了，有必要跟他计较吗？不早了，就这样吧。要说的我都说了，虽然我们有共同目标，但是永远不能形成合作。说白了，在只有一只羊的情况下，谁能吃到肉，就看本事了。行。
都给我精神点，这小子今儿跑不了。我们刚下车，告诉我们他们多少人，拿什么家伙？过了地下通道，马上到，稳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少庄，毛片正在参加优酷会员抢先看的活动，想看毛片的全集吗？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，我们在这儿等你。